早个安，我们今天来到大学路打卡啦。现在找了一间柴犬的咖啡店，然后里面是吃日式料理的，去看一下柴鸡食堂。你什么排队？要排队。对住个窗都几靓。啊、哦！我想要个咁嘅厨房啊！好可爱哟、哦！奶油咖喱乌冬面。这个是食客之人入面的那个奶油乌冬，哇哦！奇妙的感觉，想加点盐。就你所说奇妙的感觉，有咖喱、奶油。土豆泥，这土豆泥好香啊！我们上面还得什么？太臭了。嗯。太臭。还得臭，太臭了。系。我几中意佢边嘅一个建筑咯，比较偏向嗰个西方嘅。小吃吧，文化，个外观啊，各方面。那你们应该去厦门。不让打是吧？不让打。宫崎骏的味道。这脆脆的，好脆哦。中国还是中国？酸罗兰，酸奶奶的味道，有点硬。佢急冻嗰度攞出嚟，未解晒冻。翻个翻，速度，你搞错吧，大哥？没搞错，你看我。这是什么蛋糕？可以放速冻了吗？待会儿就是让他先上去，然后你可以坐到旁边。好。好，坐。先坐到旁边。多久？你看这里拍照要排队。还挺多人的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网红墙吗？大学路，我们现在前往一间非常好看的宫崎骏世界打卡点，什么不什么不昼夜什么，哇，忘了啊，不舍昼夜咖啡店，很好看哦。好多人，就那么多人，怎么打卡都觉得，唉，你睇条友，系咁帮我影相，佢都唔帮我影相，可以啊，好靓啊，好靓喺度，呜呼，是睡觉的猪。哇，还可以啊，挺好喝的。走去哪？哇，变晒型喎呢个哆啦 A 梦。整条路都是打卡的，又看到熟悉的脸孔了啊！狗咩嘞？太多车了，咱们拍照还是要注意安全，不要跑到路中间去拍照，安全第一。我们就来吃个广东糖水，走，走啦，东，走，广东仔。哇，好大阵中药味。好舒服啊！你刚刚好好来了来了，点了一个这什么海底椰，哇，好绿，超绿，
然后这个是它的枇杷膏，哇，枇杷龟苓膏，虾仙。Oh my god！ 人没了，一口下去，感冒茶的味道。哇，这个好清甜，食唔到有呢个斑斓味喎，就系食到椰汁味啫。它主要是那个枇杷膏，就真的很枇杷膏，京都林前那种枇杷膏味。嗯，但是它龟苓膏是很苦。这个叫做黑金芝麻膏，哇，好多，吃不完。它还有个绿豆糕，你试一下呗。成嚿？嗯，你哋啲糕点边有你咁样食噶？不然呢？即系小支啲咁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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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诶，咁样食噶嘛？但哦，点食啊？咁样？咁样咯？哎呀，好心酸。啊，好香啊！嗯，挺香的。好晒啊，郑哥。嗯。我们去哪？小麦岛。我听到大海声音了。啊！嗱，好靓哦，好靓哦，好有诗意哦，Hello， 来唱歌。天，海哭的声音。你知道为什么青岛没有共享单车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青岛的路都是山路，你看这里是斜上去的，这是下下去的，所以呢，单车对青岛来说就不太适合哦，所以就没有发展这个共享单车。可是听说这共享电动车是在发展中了啊。你拖猪啊！我们现在呢又来到这个五四广场，五四广场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那个建筑，那个五月的风。哇，它这个锅刚刚好是那种冲刺的位置。来了来了，要来了要来了。哦。你唔影佢就有噶咯。